除了可以给孩子通过吃猪肝恢复视力，还可以给孩子吃一些内制品，瘦肉、鸡蛋、各种绿色蔬菜等，因为这些食物中含有维生素 B。 维生素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元素，缺乏维生素 B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眼睛，就会造成视神经系统抵抗力下降，出现视神经炎等症状，影响孩子视力。夏季水果蔬菜非常的丰富，所以在炎热的夏季，尽量给孩子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也是可以帮助孩子恢复视力的。因为新鲜的水果蔬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而维生素 C 是组成眼球水晶体的重要成分之一，如果孩子缺乏维生素 C 就容易患上白内障。除了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， 还可以给孩子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A， 可以给孩子吃甘油、菠菜、胡萝卜、南瓜等等。如果孩子缺乏维生素 A 就容易患上夜盲症，如果长期维生素 A 缺乏就会出现干眼病，进而进一步发展成角膜软化及角膜溃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ollow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